小杰，你看这个表好看吗？怎么还喜欢这样的表？多可爱呀、啊！想要？开票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稍等，稍等。也不是很喜欢，初心款，你再给我买吧。多少钱呢？这么懂事儿。哎呀，先给你吧。先收起来吧。没钱买什么表呀，真搞笑！不是，你说什么呀？不是啊，好了好，你知道什么啊？行行，你再说，我交经理了啊！好好，别吵，别吵，别吵，没必要跟他们吵。咱想买就买，不想买就走嘛，对吧？去别人家看，走。不行，这样不够跟他生气的。等我一会儿上洗手间，小杰。行，你去厕所撤撤火吧，我一会儿等你啊。哎，兄弟。哎，浩哥，你上次说那个项目还干不？干吗？带我玩一下呗。行，那我肯定过了吧。行，那我一会儿找你去啊。行。